什么叫魔鬼中的魔鬼？说专业呢，从这几十年了，还搞不清楚吗？一个政党手上有权力，手上有资源，然后立法院过半，但是没有办法让台湾人民过幸福的好日子，没有办法让台湾经济发展的非常好，没有办法让台湾人民对未来有安全感，这个才叫魔鬼。这样的案子，蔡英文总统口口声声说他最能保护中华民国的主权，广大的台湾人民也希望蔡总统能够保护中华民国的主权，我们真的期待。但是当了三年半的总统，我们断交的国家断气了，我们很多过去可以参加的国际组织没有办法参加。陈同佳在台湾杀人了，在台湾杀了人，现在要回来台湾，我们政府不收，这个叫什么维护主权？这个完全是伤害中华民国的主权。所以我觉得，民进党政府针对陈同佳这个案子，前后的法夹弯转弯，完全是政治考量，完全伤害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。我希望执政的执政党不可以再这样子戴着面具去骗人，好不好？一定要真正的维护我们中华。